断齿的保存方法有以下几点。主的原则就是要干燥冷藏保存，咱们常规的保存方法就是断齿了用这个干净的辅料或者是纱布手绢包裹起来，完了放到一个干净的塑料袋中，这个塑料袋的口子要用扎紧，完了以后放到一个有冰块的容器里头，注意不要将这个断指了直接跟冰块接触。咱们以前也见过有的人就是怕这个坏死这个断指，怀着头揣着就来了，这个温度肯定不合适的啊。再一个，假如要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就是干净的辅料包扎以后呢，放到冰箱冷藏40摄氏度冷藏，完了可以放到车载冰箱。冬天的时候就室外温度就比较低了，可以就直接干燥的那个辅料包扎就可以。在手术室当中或者是手术当中了，就病人来了医院可以就是直接放到冰箱冷藏，完了在术中清创以后了，就是拿这个湿的盐水纱布包裹就行。